你这样打擦边球啊。但是我看他们那个陌陌主播全部都是很性感的。绝对不允许。有。绝对不允许。因为那天我吃饭的时候穿的就。现在全网长了。比现在穿的要性感些，他都直接把我给裹上去，他也没说什么呀。来我的女生拥抱一下好吗？不是你，我能问一下，这是真的？你这个是天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要检查一下，轻轻的，不行，我抱一下，我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轻轻的挤一下，好吧？嗯，真的是真的吗？我的天哪！什么感觉？他们说问我什么感觉，肯定是爽的感觉。你是肉肉爱肉肉的感觉、啊。肉肉爱肉肉的感觉、啊，知道不？知道不？兄弟们，啊、嗯，知道吧？我这么抱的不想出手来。啊，快去吃饭，快去吃饭。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啊，啊，最后一次了啊，嗯 ，OK， 啊，祝你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吧。好好好，我去逛一下商场，拜拜。我也进商场了，我在这里面。啊，我是去逛街买东西。你也去那个市场。你是去吃饭，我是去。不要，我去停车啊，走，我去开车。我不是去停车，我要去逛城买。你还别说，真看起来有点像怀孕的样子。哎，哪有？有点点。没有，我是刚刚吃饱了。哎，你怎么吃？你这已经。我最烦人家说我有。来来来，最后我们运动一下，来放运动一下，我其实小跑两步。挺好的嘛。来，侧身这样出起来。没有。哇，好厉害！来来，我们小跑两步，来最后小跑两步，来看 ，come on， 小跑两步，来跑起，跑一下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去逛街了。来，你们去吃饭。最后小跑两下，来，不跑了，好多人在看呢。讨厌，那还是放不开。我跟你讲，比我还是差点。那你又没修，你又不会晃。我有牛子啊，不要看到我这里，不要看我那里啊，讨厌。来，走去商场吧，走吧，这边，走，送我到门口嘛，咱们这我去崇买，就送我到门口啊。他一会儿关门了。没有，就一分钟。我也去崇买，我也崇买。哎，我这边。你啊，这边吗？那我就从这儿下去了。哎，好。微信联系啊。哎，好。拜拜，拜拜，么么哒。么么哒。哎，我这个前面我他妈都干了些啥，我操。刀正情笔刀 COM 来吧。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好尴尬，我操。